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市场，又到货了啊！上下层，5月28号上午8:25，看卸车。哦，下层有驴有马，卸车了。东北驴军，好质量驴驹到货。这驴没劲儿了。哎呀，头天那马过去啊，把马都没劲了，卸完了，下层卸完。刚卸车的东北驴，好质量。上层，咱大人马卸车了啊，中型。好家伙，一卸车就给别的大人马倒腾。堵车了，到这儿的有门口有一滩水，也不敢动了。哎，这一车有驴，有骡子，有马。安全到达石家庄溧阳牲畜市场。那匹马扳住腿了。这是骡子。把这驴驹倒过来，驴驹倒过来。